子啊！吓死我了！好笑，还好我没有被吓到。我刚刚抖一下哎、欸，不要抖。我们到了台中正气路上的夜市，对，只有三五还有六有开，然后我们今天刚好是礼拜五。哎，有套圈圈的，你要不要玩？那就是民俗技艺。我觉得他们的手势都很专业的感觉。对，你看，他们这样子才可以丢得远。这个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呢，就是把这个圈圈啊，然后往后面的东西去套，然后你套中的话，老板就会把那个东西给你。好，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，后面的香槟好了。中间有香槟啊，还有沙瓦。哦，那边这个。感觉菜要到了。哦，那是弹过去的。耶，他弹过去的。我靠！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，你来倒过来。一瓶沙瓦。再来再来再来，现在给你换换你了。那我套这个这个好了。没有人在套。这根本最前面最难中，那个很难吧？不要浪费我们的青春了啦。先到那个，因为你说你不想要的那个香槟，来。第二个香槟汽水，香槟。第三个，最后一个喽。根本就是看命运决定嘛。好了，我们最后，我们最后现在在那个礼品是一个香槟一个，很重哎。上面是马告香肠，下面就是五花肉。它很特殊的香气，对，它很特殊。嗯，然后再吃一个那个咸，我觉得它的五花肉应该不错。跟香肠很好吃哎，它有种有一点柠檬的味道，它就有放柠檬汁不是吗？对。来，五花肉，需要站站楼。真的，一般石板烤肉它就是很平常五花肉在铁板上面烤一烤，然后煎给你吃。这不一样，它的肉是有先腌过，用很多香料腌过，它的肉里面还有香非常咸，很香哎，而且油花又够。而且它挂包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选择啊。它挂包其实有很多种面，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种类的那个馒头。是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选，因为哈，我看有卖的，还有这种。我们今天像他刚给我就是黄的，像甜馒头的那种款式。就多一股碳烤香，好吃哎，很难笑。刚刚。加上那个什么花生糖跟那个什么它面皮，它的面皮其实也蛮好嚼的，那种嚼劲好吃。拌面秀。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会带他们来吃夜市的臭豆腐，因为就会把他们吓死。他们闻到味道不敢吃了吧？但是日本人还好哎，日本朋友其实都敢吃，是欧美的朋友比较不敢吃。就浪费掉一个臭豆腐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但是没有很臭哎。因为它刚炸好很烫，所以刚这样放掉它的。哇，
们现在在饭店附近的一个叫做波浪屋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是一个原创原名的原创馆。我真的没有来过哎，我也没有，刚刚现在看到那个这边很酷，都是货柜屋叠起来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他的吉祥物吧？哎、欸，像你耶，你的眼神。来像我，哎、欸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不是上丁吗？对，其中他。哇，还可以爬上去了，你看上面，你看，酷的这边的，高哦，你看好宽敞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还看得到这里。汇集了很多一些餐厅啊，有沒有啊，还有手作工坊啊，那种比较文青的。真的就是比较原名手作的东西。这个很酷哎。对啊。那我们還去楼上嘛。好啊，可以去楼上嘛。好。我刚刚在楼，我刚刚在楼上被认出来了，然后他还说酷力叔呢，不是哦，然后我说酷力叔，对，为什么我一直有一种错觉，就是戴了口罩以后啊，应该没有人会认得我，甚至同事什么都不会认得我，结果我觉得太神奇了，嗨，这层楼有一种很天然的感觉，你看后面，整个是很帅哎。不过这上面的店其实让我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少，因为它的量体很大。可是我觉得这样蛮好的，就是一层一层。但是我觉得今天好像有些店很多都没有开。对啊，而且很多店写禁止拍照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带大家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旁边的夜市看看咯。今天好，你要带我们逛一下，这是。算雪花村吗？好像还没有到哎、欸，一个小市集了，对不对？在唱歌哦。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多。林小培，我觉得这里超有 feel 的，很像那种很开阔然后很舒服的一个夜市的感觉。明天才可以吃，不要啰嗦。这边很有情调，你看这边点一杯啤酒，然后旁边有人唱歌。我刚点的是古早味红茶啤酒，啤酒会有红茶的味道。就表示现在是我骑车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，你看，超有气氛的，很顺呢、欸，但我喝不出红茶的味道、欸，因为刚太黑了，然后我在拿那个摄影器材的时候就跌倒，这边就刮到了，超恐怖的，笑到。还好你是不是昏倒了？还好叔叔有帮我接住，不然我应该就是滚一层楼滚下去。因为你昏倒了，就突然这样。你刚晚餐没有吃饱，太饿了的。我们第一次来铁花村是几年前、啊？我觉得好像五年了。五年前，我觉得我现在都认不出来了耶。以前铁花村我记得小小的，啊、像一个。公寓小公园的感觉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？而且那时候商业活动没那么多哎、欸，哦，你看我都不行喝了，因为等下骑车。这里太有 feel 了，所以我续杯了另外一瓶，叫做刺葱白玉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一种植物叫刺葱，因为叔叔不能喝，所以就自己干杯。Yes。如何？哦，哎，这个香料味很明显，刺葱啊，这有一种可以配烤肉串的感觉，蛮好喝的。在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就这样。没有预兆，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，如果有，就让你自由。
自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温柔。村，然后两边都是那个灯笼，我觉得超漂亮的。虽然说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樱花树下，树下赏夜樱。对，没有，今天我们在嘉禾温泉。今天在金泽。我原本今天在金泽，对，真的希望这个疫情可以赶快结束，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的轨道。好哟，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。好，分享出去。然后记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你好累哦。OK， 拜拜。Bye.